杨佑宁和他老婆因为疫情等了好久的婚礼，终于是在31日完美登场，演艺圈超多大咖好友都到场祝福。看这个阵容，整个华丽到就像是在看颁奖典礼一样，而且没想到这对神仙夫妻挡箭逃过媒体视线，也来到现场了。昆达和柯佳嬿前阵子因为工作分隔两地，超久没有同框露面，直到昨天在杨佑宁的婚礼才难得合体。两位先是各自在限动分享了超美的婚礼现场照，柯佳嬿更感性写下太美好了，恭喜杨先生杨太太。不过最让粉丝惊喜的是，就在柯佳嬿和9M88合照时，一旁戴着眼镜的昆达突然出现在后面，让他笑说跟9M88合照被乱入，文中还不忘替老公打歌，用讥笑文字附上昆达与9M88合作的限定歌曲《脑内派对》。就算只是被乱入的微同框，看到柯先张挺老公，也是把大家都闪到啦。